Hey. Hey, baby, even though I hate you, I wanna love you. I want you. And even though I can't forget you, I really want to. I want you. Tell me, baby, why can't you leave me? Cause even though I said I want it, I gotta have it. I want you. 出门。 耶，今天很夏天。 对，我感觉今天消肿，没有昨天脸肿。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就是五颜六色，因为我们要去森林里面跟阿凡达见面。对，我的粉丝见面会，找阿凡达。 来玩第一个项目啦，看这个排队要95分钟。刚刚坐完那个船，感觉非常的好玩，很好看，但是太短了，不够看。 那等纪念品店，我们来看一看。哇，好多人呢，就那，因为今天是周日，可能。你跟他联系一下吧。我跟他沟通一下啊。哦，省了好多东西哦。哦，他的旅行经历好丰富啊。对，然后你就可以征服他了。哎呦，我七七七，呜！救命！我们真的好中二。 哎，我跟那个他们的祖先连接了，哇，好多回忆。 I see you， 来吧，开始跳龙吧，我们的买主。他感觉很厉害啊，你看，确实，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那个座驾。连一下吧，那您试一下吧，看您能否驯服他。 哎呦，听话，哎呦，真听话呀！哎，成功，来，连，哎，那我连一下吧，哎 ，I see you，I see you， 龙叔，真够无语，现在来看一个视频，好像是关于什么虫子，然后看完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做。 另外两个月好的项目啦，现在去看一个关于虫子的剧，什么 bug， 然后就可以去看另外两个月好的项目啦。我是米老鼠，这个 bug 比想象中有意思，但是巨吓人，它好多那个虫子，然后就不剧透了，反正就很吓人，我们都想不到。对，这个比我想象中好玩，我本来以为特别幼稚的那种，结果贼有意思，但很吓人，全程尖叫，我的嗓子要哑了。哦，这是啥呀？我们一会儿要去做吗？看看这个，这是啥呀？ Hello。能跟他一块儿坐吗？不知道哎。好吧，应该是激流勇进。等50分钟的，我们刷刷挤。就是，我们都不用排队。入口在这里，走错了。
stand by. You will get wet. 我们要坐的应该是这个船，转来转去的，找到入口啦。激流勇进之后的状态，看他墨镜上的水，看他呢，他的包都湿了，看不出来他包湿，他的水全往他身上冲。他这个激流勇进没有那么多坡，就那么一两个，有点无聊。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呀、啊，还没那个虫子吓人。是，跟那个上这么高，我以为会下很高。对，而他下来之后慢慢的，第一个，他一下子。哎呀，我的拖鞋。太滑。下一站来看小动物。请。Wingspan of about 9 feet long.That purple, orange, pink color film is actually an oil they secrete, and they use that oil as a natural sunscreen. Now, with the hippos out here on the... So humans and animals during the dry season in Africa can go to a baobab tree. And dogs we have at home, though, notice they have really big horns and a small curve backwards to them. With...Here comes a giraffe through the trees on that. We're going to see multiple animals on the right here. Some zebras. Now the type of zebras these are called Hartman's Mountain Zebras because if you look at their hooves, all their hooves are really small and those small hooves help them to climb mountains out in Africa. Now also on that right hand side, there's like an island of palm trees and there's a type of cow back in there. Those are... And here's a better look.Now a group of giraffes is called the tower because they can grow up to about 18 to 20 feet tall. Now when giraffes sleep, they sleep standing up so they... The top of their heads down to their necks and on their legs and their feet, they have... That's because they have rolled around in the mud recently and they use the mud...As a sunscreen, 你说有就有啊！这是我目前看到最可爱的米妮和米奇。哎，米奇去哪儿？宝宝袋。哇！现在啊，欣赏我们片头的由来。哎呀，我天！等会儿。哎呀，哎呀，我天！噔噔，下一个项目，是这个吗？不是 dinosaur 吗？没到呢。哦，还没走到。哦，这好漂亮。那把我们的下一站 ，dinosaur。这个你们看了吗？这个电影？什么电影？你又没看吗？拍照。看那边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这个 express 真的值。做完了这个 dinosaur。我感觉还挺好玩的，我也觉得。Oh my god， 这个宝宝好可爱，我的心在。我这个宝宝，他这个宝宝也可爱。Sheldon 喜欢的小伙子。
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现在去。好可爱。我们现在去坐过山车。这个剧出乎意料的好看，还原度贼高，建议大家喜欢 Nemo 的都去看。又见到老板了 ，I see you。太热了，我们来买冰棍儿啦。我打算还吃昨天的那个米奇头，没有棍儿的米奇头。然后欧老师打算吃那个有棍儿的。王老师要挑战这个新的三号，Strawberry Bar。这个雪糕，这个米奇头太好吃了，反正也好吃。耶、yeah, ，一定要选这两个，这两个超好吃。对。终于来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要去看这个 Avatar， 这个最重要的。这可以，这是实验室，快看！哎，我在这什么呀？哦哦哦！Check。All right, you've all been matched with avatars. 真不愧是这个园里最好玩的，贼棒，贼好玩，这个必须去，不去就亏大发，太好看了。Number one， 那个 Navi 的星球也太漂亮了。你好。差5:30啦，然后该玩的都玩完了。一会儿去，可能去，念品店看看。没手啊，我怎么不是你？离开啦，走啦。哎，什么 ？Pick up your photos 是什么东西？回去的路上碰到了食蚁兽。离开啦，出去啦。哇，这天也太美了吧！现在坐16号火车，bus， 然后去一个地方，哪里 ？Green。一个酒店，一个酒店，然后再走路15分钟到那个卖纪念品的 Spring。可以出发。
走下一辆，等下一辆车在我们这个上开始放飞。这个 T 恤在我来美国的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它怎么还有？对啊，卖不出去。哇，这些是只有这儿才有的图案，然后现场给你印的，很酷哎！快看，我觉得这几个图案都挺好看。坐在下路班，在优衣库遇到了哆啦 A 梦啊。王老师买了两件 T 恤，我买了一件那个小流浪汉小姐的，超好看，我感觉灰色。我们的目的地到啦，纪念品店，冲冲冲！看一下这里的 T 恤，一件多少钱？哎呀，29.9，比那贵5块，还很丑。而且我们优衣库的质量很好。好大的一个史迪莱，太可爱啦！哦，火山喷火喽，好好玩。来一个新的玩具店看看，刚刚那个玩具店我们什么都没买，太无聊了，啥也没有。我们完成了这个逛街的任务，然后现在来吃饭，吃晚饭。王老师的脚已经疼得不行了，走路一瘸一拐的，饿了饿了。我选了一个这个 pig， 然后点个餐。就等着这个亮了啊。Porter barbecue sauce. It's a more savory barbecue sauce. It's what's on the brisket. This is our Layla's sweet. It really goes good on just about any of our meats. This is our barbecue mustard. It's what goes on the southern pig. And this is our barbecue.一定要点这个猪的，这个猪的太好吃了，这个烟熏的太干了，噎死我了。然后这是什么呀？这个是炸鸡，炸鸡，炸鸡的太甜了，就这样。哦，而且这是乐高做的龙哎，乐高拼的龙太酷了，就这么长一个。哎，这个 SPA 10点关门，我们。现在9:51刚坐进来，我们跑过来的特别疯狂，我们9:45刚到的9点楼下。Let's run, whatever.
without you. And no time I'll be forgetting all about you. You're saying that you know, but I really, really doubt you. Understand my life is easy when I ain't around you. Iggy, Iggy, too biggie to be his present. I'm thinking I love the thought of you more than I love your presence. And the best thing now is probably for you to exit. I let you go, let you back. I finally learned my lesson. No half stepping either, you wanted it, you just playing. I'm listening to you knowing I can't believe what you're saying. It's a million you, baby boo, so don't be dumb. I got 99 problems, but you won't be one. Like what?